发财，谁无在厝？这是什么风？大爷啊，这就无风嘛？无风？是啊。必然是阴风，定州镇上。 必有顽强，张良就好。在，命令即时冲到罗无风。大人啊，这风是无用武装的，是啊，大人，要抓风，这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嘛。凡有幽灵，不得违抗。 命令冲到罗无风，到东角庙叫人来人。 大人，大人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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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啊
我凊彩甲讲讲的，讲这落无风，我哪会知要叫咱客？哦，你凊彩甲讲讲的嘛，安尼好，你家己凊彩去抓你啊，我要来等。不，无啦，嘿，咱两个是兄弟呢，啊，这大人的命令，你敢敢唔去？吼，我去哦。嘿，啊，我是去要创啥？是要去抓什么风啦？我嘛唔知影。这拢是你哦，遐哩狡猾啦，你死好啦你。大个啊，咱大人都命令啊，无咱嘛想些办法来，对无吼？想办法，但是有啥物办法通想啦？风无影无踪呢，啊！咱两个是要倒掠风，你加我，你加我啦！哦，掠风哦。哎，对，这就是陆风啦。哦，阿亮，来，你甲我，你掠着我过来啦。好，来，陆风，我掠风啦，好，我掠风啦。啊，我敢让你去到去是风掠会着，你哪会讲过这个？掠风啦，掠风啦。定情去风吹啊！咱今仔日风真来死啊！Thank you.
多谢。范长华。哈。啊，菜市还佫剩偌济啊？啊，未佮剩一支竹笋啦，啊，几条菜刀啦。啊，遐拢甲包包的，我装备。啊，多谢哦，做你爿。 本来请人对啊，奇怪，这人呢？哟，我找着啊，找着啊，哈哈，大家，小等下。啊，菜拢未空啊呢，无明仔载再来买啦。不是要买菜？啊，你是罗无芳哦？罗无芳，啊对啦，拄只迄阵拢按摩甲我找去走，啊罗无芳对啦。好，安尼好，行。 别，我犯罪啊！啊！我犯罪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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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伊是细汉，啊，就住伫这个草桥镇。伊是草桥镇是一个孝子，伊是做人忠厚，佮老实，透早就爱担柴出来卖，佮饲一个青年的老母。
这阮乡民大家拢嘛知影，唔是你甲问看卖，请大人开恩，请大人开恩。对啦，伊是冤枉啦，伊是冤枉啦，请大人开恩，请大人开恩。哎呦，无良就好，小华仔，为何乱枪乡民？小华该死。哼，退。是。哎呦。所以请去。多谢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范中华。恕你无罪，回去。但是咱要恕你无罪，就该紧甲说多谢，紧啦，较紧哩。我家庄听袂行路啦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！张良就好。在，小华在。出本官奉迎五娘，小事。范中华。是。恕你五娘文，大人要恕我哦。是。我原来才好看呐，拍尻川顾五娘银呢，比我卖菜搁较好啊。安尼大人啊，我尻川的下坎要搁你拍开啊，还要搁五娘银。唔多大啊。华呀，好走啊！好走啊！真够哩！啊，这卖菜的钱，啊嘛还够五两银。啊娘，你看，五两银。五斤啦！啊娘，目睭都无看，是要安那叫我看？哈哈，我煞袂记的。五两银，中华。哈？啊，这银子又是对倒位啊来的啊？这。是不是你去共偷摕啊？无无无无，我唔敢共偷摕啦。也若无，哪有遮尔啊济钱对倒来的？啊，都一个人送我的啊。是啥物人送你的啊？哈？阿娘，一个大人送我的啦。那平平无故送你这么多银两，哈？讲啊！阿娘，你听我讲啦。老老实实甲我讲。阿娘，你着醒咯。什么冤枉啊？阿娘，阮当两个今世代人匆匆动荡，伊讲害你是一个落魔风，不分乌白理由拢不讲，抓我去见一个囡仔乌的祖师公哦。什么？祖师公？要无伊是把你抓去倒位啊？当阿庙做工阿长，是各位是非是拢嘛问，居民将我着拍脚床哦。也后来是安怎样？阿娘，家在咧拄只饼看得紧，伊只替我求情只开恩，迄个大人是强阿家己恨。这首歌，这个五娘。
是生做什么款？包什么？我包的包，这是什么包？我是小笼包，也是大肉包，也是包土豆，也是包菜头。你赶紧详细想。娘，我都袂记。想较斟酌的。叫做什么？那个大人叫做二十年前，天大的冤枉要甲伊告状，叫伊就爱来咱家，叫伊来咱家啊！啊，伊若唔来咧？伊若唔来，你就甲伊讲，伊是包糊涂，唔是包青天。哎呦，这我唔敢讲。你做你安尼甲伊讲，紧去。你若唔去吼，你就是不孝。好啦好啦，我无不啦，我去啦我去啦。中华，哈，阿娘，你去甲大人讲，讲叫伊若要来咱家，都爱用过行的。用行？嗯，你家讲是阿娘安尼讲的，叫伊唔通坐轿，也唔通骑马。若坐轿甲骑马，就对阿娘失礼。哎中华，你有何冤枉要来告状？哎，不是小的冤枉哦，是小的母亲冤枉。你的母亲叫做什么名？我的母亲就母亲啊。伊的名字啊？会知？伊人呢？人在阮家。你告状哪会无带伊来？阮阿娘伊目睭无看，啊走路无方便，毋知讲叫我倒来请包大人，你去阮家一撮。阮阿娘若见到你，讲伊着将眼睛甲你割。这，好，来人啊！来来，李九四号，是，慢车。包大人啊，阮阿娘讲的哦，讲恁若真是要去阮家吼。叫你明仔坐轿，夜明仔骑马，才袂对阮阿娘失礼。大胆！哎呦，哎，是我讲的哦，迄是阮阿娘讲的呢。上梁就好，退下。是是。嘿嘿，包大人啊，你无生气吼？包大人，阮阿娘讲吼。讲包大人，你是一个清官呢，讲你一定袂怪我的罪，
讲包大人，你若一定唔够行的吼，伊讲你唔是包青天，是一个包虎毒。红叔。哎呀，无啦，包大人啊，无受气的啦，迄姑娘是阮阿娘吼，伊想讲阮住伫咧庄外，还长安路正细条，行咧桥也袂当过，马也袂当过。唔知叫你顾家，包大人你莫生气啦。袁中华，带路。哈？包大人啊，你真是要去啦？